大家好，我们这里是 Focus Player，这里呢是我们最新研发的一款破解器。本产品主要针对于连线老虎机有非常好的破解效果。下面呢，我给大家演示一下我们的产品。首先，我们打开一号开关，这里的工作指示灯会亮起。一号开关呢，是我们过报警开关。打开这个装置在老虎机里面的报警器，不会发出任何的声音。接下来，我们打开二号开关。二号开关为产品的总电源开关。二号打开之后，破解器处于一个工作状态。下面呢，我给大家不使用破解器来玩一下老虎机，看一下。关掉啊。好，没有任何反应啊。下面呢，我来使用一下老虎机破解器啊，在 start 键的上方操作，来，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，好，松开。此时呢，破解器你可以放在你的口袋里面、包包里面、香烟盒内啊，都可以的啊。好，全屏 all press 啊，效果非常好啊。下面呢，我给大家重复演示一下我们的产品啊。还是不使用破解器，先玩。好，下面我们再使用一下啊，在 start 键的上方操作6秒钟啊，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，好，松开。又是一个全屏啊，产品效果没有问题啊，请认准我们官方网站3w.ll.com focus player。